有钱人赚钱的路子到底有多隐？90后小女孩一个月赚了30万，她找到了一个雨伞厂家，跟老板说想一次性订购10万把雨伞，能不能按3块钱的成本？由于量大，老板欣然答应了。然后他又找到教育培训机构，告诉他们，我给你打10万人的广告，每一个人你给我1块钱就可以。然后找到3个这样的培训机构，一个10万刚好30万，然后就把这30万给了雨伞厂家，并且让厂家在雨伞上打了这3个培训机构的广告。结果这个90后小女孩没有花1分钱就拿到了10万把雨伞，然后又找到当地最大的超市，跟超市老板说，我帮你做一个促销活动，只要来到超市消费满30元就免费送一把30元的雨伞，每把雨伞你给我3块钱的成本，这样能给超市带来大量的流量。老板一听当然同意了，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月10万把雨伞就被一抢而空了，一把雨伞赚3块钱，10万把雨伞就赚了30万。在《用钱赚钱》这本书中介绍了很多符合当下趋势的赚钱思维和商业模式，当你读完这套书以后，你会知道如何发现风口，如何用钱生钱，用最少的力气事半功倍。